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。夏天到了，就想要吃西瓜。不晓得1000块可以买多少西瓜，买下去我一定也吃不完。所以这一次我找了很多人陪我一起来吃西瓜。我们来介绍一下，第一个当然就是西瓜阿纪。为什么是西瓜啊？再来是杰瑞，再来团团，嗨，还有最后一个哲平。这样子五个人，假设一颗200块，我们一个人也只要吃一颗，哎。走，哎，现在到水果摊喽，1斤16块，一颗几斤？一颗300多块，所以我们可以买3颗，好像差不多，哎。哎，放下啊，放下啊，3颗。我们要切，可以请他切一半吧。哇，这个是冬瓜，哇，很重是不是？你可以搬吗？哇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单手搬。你问他一颗大概多少钱好了。哇，他还有另外一种，哎。这一种有没有比较贵一点？1斤10块，这一种1斤10块。那你可以帮我们切一半吗？可以啊。好好好好。你2颗都要切一半一半吗？我们要买3颗，然后都切一半。都切一半，好。一颗300多，超过哦。哎，对，超过了。超过1000多块。哎呀，1000多块，我们可以剖一半买2颗半吗？可以哈，感谢老板娘。对。1000块买了这些西瓜回来。好猛哦，好多哦，接受胜利的汤匙，汤匙发汤匙哦，来，发汤匙，一人一颗，不用吧，也不用切了，也不用切了，多好，自己选一颗，自己选一颗，哎，哈基就是这颗啦，哎，为什么我要挑小颗的啦？有差很多吗？我觉得都差不多，这颗很真的比较重，真的很实，哎，热的哎，为什么热的？因为没有冰啊，肚子长西瓜怎么办？肚子长西瓜我也不会变哈基啊。吃了多久了？应该起码1个小时吧。你吃了1个小时了，我先动一下，就要吐了。对，这不行哎。等镜头看一下你们吃了大概多少？不是很少。我吃了，应该有半颗吧。有了，我也差不多了。哇，你的汤好多。对啊，我汤那么多，你知道吗？汤超级多，倒出来应该有一杯吧。真的有。看起来我吃的最多，哈基应该是吃最少的。哪有？哎，哈基最少。真多哎，这西瓜好大颗哦。哎，那个。打包带回家啊！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啊！我们今天吃不完了，吃不完这没办法，这没办法。如果改成500块，我们就有机会吃完。可以，可以，每人刚好都算半颗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刚好我们吃的量啊，刚刚好。对啊，我们下次再会啦。太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终于可以结束了。哎，怎么这么多啊？恭喜来！西瓜太便宜了啦！不要夏天做这事。阿纪，西瓜太便宜了啦！